这次也蛮低调的认爱吧，我们两个都单身，然后有交往对象，就是好像蛮正常的，也没有什么好隐瞒大家。李千娜认爱黄山河，原因曝光，有缘分就会一直在一起。现在被你们港人爱吗？对，有这题。我毫无预警哎。怎么会想要认爱？因为你之前就是都算蛮低调。我这次也蛮低调的认爱吧。你就像你们，你会一直问下去啊。对啊。就说真的没有吗？然后要跟着我，要拍，你要偷拍我，然后拍到看吧，就有吗？就直接讲对有。有缘分就是我一直在一起啊，没有缘分。也不能说因为公开然后就分手或怎么样。所以他吸引你的点是什么？最后一集结束了吧？还给我特写，关机哦。好啦，请继续幸福下去哦。还有一桩好事报告给明的桑，3月26号，李千娜即将首登大港开唱，合体旺福，幕后的练团画面请看。那我们早知道应该要给他更猛的。丹金，你觉得我们太俗了？而且那首歌我们还有编舞呢。对啊，我想说，你们应该应该不愿意跳吧？我非常愿意耶，假的。我们还有时间吗？就可不可以他们唱，然后我们跳？你不会想跟他们跳？我好想哦。我们两个就有点像是台上的那种苍蝇，花旁边的那些脏东西。我们曾经表演这首歌，有一次就是跳到一半，后来他们就放弃，他们就去点炒面，坐在台上吃。炒干面来一碗，谢谢。炒干面，大炒干面来一碗。今天不在对嘴，还在台上吃面给你看。我就跳什么，说反正就什么歌都可以接受，搞砸也是你们的场。哎呀，我觉得这次真的是真的太可惜了，不然的话，等一下台湾好像讲的好像今年不精彩一样，是这回事。对，大港他们很敢玩，他们已经就是已经没有极限了。而且重点是你在台上做任何事情，好像台下人都可以接受。在吃面的时候，大家在欢呼。能想象这群腔调的人类都当爸妈了吗？加码为人父母为心僧，番外篇。我觉得我真的是当妈妈的时候很强大，是两只手在抱小孩，还可以开铁门，咚拉铁门。我之前有在网路上抛那个我的背经理论，超多父母认同的。人生第一次这么有成就感。那个婴儿背巾背起来，这样背着，然后就可以打电动。然後站着打电动，然后轻轻晃，轻晃就会睡着哦。生命会找到出口啊！